身边，怎么一直看不见？幸福有没有在你那边？让我看看他的脸。家里已经找了好多遍，只有温暖的房间。爸爸说幸福就在镜子里，那就是我快乐的脸。老师说如果欲望能够少一点，快乐就会多一些。爱是地球给我们的资源，随时记在心里面。